Mary A plus class. 飞过伦敦 Ottawa Tokyo 到 Kingston 还让我 Vanna Paris London Ottawa Tokyo 到 Kingston 还让我 Vanna Paris。 跟布鲁幻蓝小熊举办签唱会，身为未来少女少女见证人的欧汉生也特别到场送上呼啦圈和船桨，期许同舟共济，彼此团结。那如果队长没有看到不乖的，也可以拿这个船桨打屁股。老师，我有问题，这个只有一只划不了啊。有一次划不了，彩珍在这到哎、欸，彩珍啊，就是公鬼天啊，就是要骂他。但是彩珍最近长大很多，对他最近长大很多。然后 Vicky 就是他也是很乖的妹妹，他会把自己的事情都做好。Nico 也是讲一次就会听了，但是我觉得彩珍有被 Bido 调教好了，对，他有被 Bido 调教，现在是比较能收能放。没有哎、欸，其实我是一个蛮不容易走心的。Bido 叫我好好说话，顶多有时候可能我肚子很饿的时候我才会生气这样而已。近日小熊行程满档，却惊传团员中有人身体不适，紧急送医。但听说玉昨天好像挂急诊，是不是？还好吗？我肚子突然很痛，肚子痛，胃突然不太舒服。嗯哼哼，就是昨天我们在社区的表演之后，就是肚子突然很痛，然后就送医院，但是没有太大问题，就是有点肠胃炎。那因为你们今年也会登上耶诞晚会舞台。跨年，那有没有哪位团员就是你在排练当中最容易出包？出包，要不要自己站出来？知道让我们来一起吧。出包的自己拿，出包自己拿。舞蹈的方面呢，还是要感谢阿用、蓉蓉还有心灵。Bido 啊，还有 Bido 啊，我说所有人，就他们很谢谢他们帮我，才有今天可以完美的表演。其实圆圆他自己其实真的很努力，所以我们。就是教完他后，其实我们也不会特别担心他，因为他都会自行练习。而且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人，对，所以其实我们每次就是念他说，哎、欸，你这里为什么总是都记不住什么？他也不会一直往心里去，就是哦、嗯，我要记住，他就会自己好好的消化掉，我觉得很好。而面对公司下达的禁爱令，正处于开始冲刺事业的时期，小熊们可是连想都不敢想。敢想啊？哦，没想过哎。还是就拜拜，你看有跟团员谈恋爱。问一下我们大港哥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他们也可以，恋爱可以吗？对，感情可以很好，但不用太。会被抓到为什么？这也都是配团。Oh my god！ 你们现在有谁偷偷有暧昧的？这边没有，这边玉说他在跟车友暧昧了，都是。对。那如果车友要跟你说，我要跟你交往。你会为了他退团吗？现在问会啊，他肯定会啊，肯定会。你这个表情，我能看到他就不错。你可以先跟他当朋友。嗯，哦，还有这种东西哦。光是想想就很开心，预祝小熊到时候赴韩受训都能够见到自己心中的偶像啦。完全了，林乔、陈家逢采访报道。